曾在美国药厂工作的减重权威博士 Drive App 安爆料，其实想减肥不用吃药，有一个天然水果超棒，既不伤身又不用花大钱。Drive App 安表示，想要燃烧脂肪要靠维生素 C， 体内维生素 C 含量高的人，运动时消耗的热量会多出三成。柠檬富含维生素 C， 故有助于燃脂，功效高于减肥药一万倍。燃脂功效惊人，它还有很多好处。要怎么做才能充分吸收柠檬的维生素 C 呢？将柠檬用硬毛刷彻底洗净，放进冰箱冷冻2小时。二，取出后切片，每个柠檬切15-20片，放入密闭的容器中。三，放入适量蜂蜜，依个人喜好加入凉开水淹没柠檬片，盖好容器，置于冰箱中冷藏。四，隔天取出2片，用温开水冲泡即可，这样可以激发出柠檬丰富的维生素 C。一颗柠檬能喝1个星期左右，常喝能减少黑斑、雀斑发生的几率，让肌肤美白。它还有补钙、减肥的作用。更重要的是，柠檬是还可用来杀死癌细胞，它比化疗强1万倍。它的口感是愉快的，而且它并不产生像化疗一样的毒副作用，它对囊肿及肿瘤产生影响。这种植物被证明能够补救所有类型的癌症，比世界上通常应用在化疗方面的化疗药物阿霉素产品好1万倍。它减慢癌细胞的生长。更令人吃惊的是，用柠檬提取物这种类型的治疗只会破坏恶性肿瘤细胞，并不影响健康的细胞。有空就自己弄点柠檬水来喝喝，一颗柠檬大约要加1000-2000cc 的水，依个人喜好的酸度自己调配，能不加糖就不要加糖，养生又美容，建议多喝柠檬水。柠檬的健康功效：柠檬性温，味苦，无毒，具有止渴生津、驱暑安胎、舒治、健胃、止痛等功能，利尿、调剂血管通透性，适合浮肿虚胖的妹妹。吸烟者要多吃柠檬，因为他们需要的维生素 C 是不吸烟者的2倍。柠檬热量低，且具有很强的收缩性，因此有利于减少脂肪，是减肥良药。能防止心血管动脉硬化，并减少血液粘稠度。热柠檬汁加蜂蜜对治疗支气管炎和鼻咽炎十分有效，干的润肺，酸的消渴，开胃解酒毒，美白润肤，降低胆固醇。冲泡剩余可涂在面部治疗面斑、粉蜡。柠檬能预防7种疾病。
为柠檬中的柠檬酸和果胶可以控制食欲，想减肥不妨泡杯柠檬水当饮料。二、海胆石，每天早餐前一小时喝一勺鲜榨柠檬汁和一勺橄榄油，有助排除胆结石。三、治咳嗽，自制柠檬饮料可驱痰止咳，把半个柠檬切片后放在500毫升水中煮20分钟后晾凉，再加入蜂蜜饮用。四、降血压，柠檬富含有益血管健康的黄酮类抗氧化剂，而且其含有的维生素 C 可提高人体内的一氧化氮水平，进而放松身体，扩张血管，降低血压。五、助消化，吃油炸食物感觉烧心，不妨在温水中加勺鲜榨柠檬汁再饮用，可以帮助消化。防感染，半个柠檬挤汁兑水饮用，每天2副3次，可预防尿路感染。七、防便秘，柠檬含膳食纤维果胶，可促进肠道蠕动，纤维素还可加快排便。想到柠檬除了维生素 C 多之外，还充满这么多健康又能减肥的功效，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看看吧。